狗呢是人类的朋友，当你笑的时候它会跟着你一起笑，当你哭的时候它会跟着你一起哭，它能懂你的情绪，就好比现在我哭了。你他妈哭呀、啊、哭，给我快点哭，你懂我的情绪，哭。这个算现场吗？啊，无所谓了，这一个最后一个整形也没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撕呀，接着撕了，撕撕接着撕，玩的嗨一点啊，接着撕呀，玩的黑一点，撕起来呀，来试试，撕呀撕呀撕撕撕撕撕，赶快撕，来撕起来！我就去上个厕所、啊，是不是？就把我被子给掀了，不是怎么的揭我伤疤呢？是不是，四哥？上一次我还没发现，哎呀，是个爱心的形状，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撕个床垫都是爱我的形状，是不是？这个爱我不要，你听见没有？以后别给我撕我伤疤了，懂了吗？我发现我好残忍啊，这个螃蟹还活着呢，我觉得就开火烧它、蒸它了。我真不想吃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好难受啊，想真的。大螃蟹，对不起。嗯，这螃蟹真好吃，特别是这个爪子，蘸点醋吃，简直美味。四哥吃一口吗？今天呢，教你们如何让狗狗握手，那是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这一只叫爸爸。叫爸爸，听见没有？小逼崽子，你是不是骗我了？你叫爸爸，爸爸。